报告委员会，我们已逐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15年10月25日星期二中午12:28，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郭委员郑亮等17人，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草案报告事项五、十七，提案委员来函撤回予以删除，其余个案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20案全部照列。议程草案讨论事项院会通过者予以删除。议程讨论事项编列顺序，经党团协商，一民进党党团郭委员郑亮提议通过，其中27案编列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住宅法修正草案等30案。二、请愿案件一，依请愿法第四条规定者一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含附请愿人。二、依职权行使法60条第二项规定者22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经复并复制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有异？好，没有异，我们会议记录确定。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的，请到主席台前登记。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李鸿钧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3-7，委员许玉仁等拟具货物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民法亲属篇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8-9，委员何新存等拟具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程序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警察教育条例交内政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10，委员许淑华等拟具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11-12，委员王定宇等拟具特种勤务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3，委员黄伟哲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4，委员蔡培慧等拟具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15-16，委员尤美女等拟具民法亲属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7-18，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体育团体法草案交教育局文化委员会审查。国定假日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9-20，委员郭正亮的拟具警察职权行使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1-24，委员郭正亮的拟具高级中等教育法交教育局文化委员会审查。学生辅导法交教育局文化委员会审查。贪污治罪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25-26，委员黄国书的拟具文化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局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7-28，委员林俊宪的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医疗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9-30，委员吕孙林的拟具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交教育局文化委员会审查。31，委员蔡益瑜的拟具养殖渔业动力用电条例草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32，委员张廖万坚的拟具公路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33-36，委员罗志正的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侨务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地方制度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37-38，委员许正卫的拟具村里长因公伤亡抚恤条例草案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苏花公路瓶颈路段改善建设特别条例草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39，委员曾明忠的拟具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40-43，清民党党团拟具电业法离岛建设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低放射性废弃物储存地回馈暂行条例草案交教育局文化经济两委员会审查。44-45，委员柯志恩等拟具师资培育法交教育局文化委员会审查。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
46-49委员余婉如等拟具行政院组织法、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经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行政院资讯总处组织法草案、政府资讯单位人员设置管理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50委员陈英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51-52委员卢秀燕等拟具奶粉管理法草案，交经济、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三委员会审查。技师工业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53委员王一鸣等拟具职业安全卫生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54委员赵振宇等拟具电信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55委员王惠美等拟具农业基本法草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56委员黄秀芳等拟具补习及进修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57-58行政院函请审议野生动物保育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工业团体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59-112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劳动部、工程会、考试院、国立故宫博物院、台湾省政府、司法院、经济部侨委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福建省政府、内政部中选会、行政院主计总处、环保署、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文化部、外交部、海巡署、国发会、行政院、教育部、农委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113教育部函为预算解冻，请安排报告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114-117经济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函为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请查照案。118-121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署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部分。1委员赵天麟等拟具住宅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3委员苏正清等拟具建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外国人投资条例，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4委员高志鹏等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5委员钟孔照等拟具就业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6委员陈廷飞等拟具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7-8委员蔡益瑜等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法、刑事诉讼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9委员江永昌等拟具洗钱防治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0-12委员段宜康等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二案，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体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13-14委员苏巧慧等拟具中央政府特种基金管理条例草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偏远地区教育条例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15-17委员蔡益瑜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渔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8委员刘建国等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9-21委员陈廷飞等拟具科学技术基本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农业保险法草案，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资通安全管理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2委员游美女等拟具政党法草案，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23-29行政院函请审议科学技术基本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助产人员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森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电信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电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烟酒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30行政院函送提名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名单，黄美英为委员，并为主任委员；彭少景为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郭淑珍、洪才龙均为委员，请同意案。31文化部函为预算冻结，请安排报告案交教育局文化委员会处理。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没有委员登记发言了，所以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跟质询事项通过，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的讨论事项。那如有登记发言，请到台前登记啊、我们这个发言登记到这个念完为止啊。讨论事项：1邮政患者健康照护服务条例修正案；2工会法修正案；3劳动基准法修正案；4劳工退休金条例修正案；5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修正案；6入出国及移民法修正案；7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8-11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等4案；12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13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案；
十四、农业发展条例修正案；十五、动物保护法修正案；十六、国民年金法修正案；十七、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案；十八、电业法修正案；十九、公路法修正案；二十、法官法修正案；二十一、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二十二、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修正案；二十三、立法院议事规则修正案；二十四、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二十五、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二十六、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案；二十七、住宅法修正案；二十八、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修正案；二十九、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案；三十、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三十一，国民党党团建请将苏正清委员送交纪律委员会呈议处，请公决案；三十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关人民关系条例第十七条条文修正案；三十三，国籍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三十四，反族群歧视法草案；三十五，集会游行法修正案；三十六，野生动物保育法部分条文修正案，议事处增列；三十七，委员李彦秀等建请决议，请卫生福利部于一个月内审酌医疗体系改革之方针时程与医疗人力缺口之关联，重新检讨受雇医师纳入劳基法之配套措施，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谢谢。讨论事项宣读完毕，现在请登记的委员发言。第一位，请钟孔绍委员发言。好，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本院民进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九次会议讨论事项，建请列案顺序如下表。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以上。好，请宣读。一至十一，本院国民党党团鉴于委员苏正清在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公然行使暴力，建请将苏委员送交纪律委员会议处，请公决案。本院国民党的。民进党的。民进党党团今天跟国民党一致啊。还没有和解的。第一案至第十。本院社会福利环境局委员会报告审查吴坤玉等二十九人拟具邮政患者健康照护服务条例修正案。第二案工会法修正案。第三案劳动基准法修正案。第四案劳工退休金条例修正案。第五案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修正案。第六案入出国籍移民法修正案。第七案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第八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九至十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共三案。第十二案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第十三案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案。第十四案农业发展条例修正案。第十五案动物保护法修正案。十六至二十九国民年金法修正案。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电业法修正案。公路法修正案。法官法修正案。立法院组织法第三条及第五条条文修正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修正案。立法院议事规则修正案。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案。本院民进党党团建请将陈宜明委员及林德福委员移送纪律委员会议处，请公决案。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修正案。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案。三十至三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案。法院组织法修正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请第二位王玉敏委员发言。主席大家好，刚刚大家已经听到这个民进党的提案了，其中有一案呢，这个明明是民进党苏正清委员殴打陈宜明委员哦，各大媒体、各大报纸完全就做了如实的报道，但是我们刚刚看到民进党委员呢，竟然提了一个提案，要把陈宜明委员送纪律委员会，这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事情哦，所以。为了还给陈宜明委员真正的公平正义，国民党
立院党团我们提了第一案，就是我们要把苏正清委员公然使用暴力的这件事情呢移送纪律委员会。当天在卫环委员会开会的情况，我想大家看得非常清楚，苏正清委员公然用这种攻击锁喉的方式导致陈一鸣委员倒地受伤，而且还送医住院。昨天他还去做了这个相关的电脑的断层哦，所以这件事情上谁使用了暴力非常的清楚，是苏正清委员公然使用暴力导致陈宜明委员受伤住院。这样的事实新闻媒体也都已经报道了，这样的事实不容再移花接木，再扭曲是非黑白。所以国民党立院党团呢，我们提出来的讨论事项的第一案，就是我们要杜绝立法院这样的暴力的行为，重塑国会的秩序。所以我们要按照立法委员行为法第七条的规定，建请将苏正清委员送交纪律委员会议处。我想这才是符合当天议事真实的情况，谁是攻击者，谁使用暴力，就应该要受到纪律委员会的惩处。所以以下呢，有关于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九次院会讨论事项建议的列案顺序，我们要把这一案列为第一案，以下请议事人员帮忙宣读。好，谢谢。请宣读。第一至十一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将苏正清委员送交纪律委员会议处，请公决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心条例修正案、国际法修正案、反族群歧视法草案、集会游行法修正案、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本院委员李彦秀等建请本院决议，请卫生福利部于一个月内审酌医疗体系配改革之方针时程与医疗人力缺口之关联，重新检讨受雇医师纳入劳基法之配套措施，请公决案。邮政患者健康照护服务条例修正案、工会法修正案、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劳工退休金条例修正案。第十二案至第三十案，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修正案、入出国及移民法修正案、刑事案件确定后去氧核糖核酸鉴定条例草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共四案、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案、农业发展条例修正案、动物保护法修正案、国民年金法修正案、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电业法修正案、公路法修正案、法官法修正案、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修正案、立法院议事规则修正案。第三十一案至第三十七案，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案、住宅法修正案、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修正案、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案、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宣读完毕。对啊，这个是新出的，但好，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提案哦，分别是民进党团跟国民党团的提案。那这两个提案的内容显然是有落差哈，我想我们休息协商一下哈。我们继续开会啊。
我们这一次院会的议程草案内容超越协商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所以我们原力将本次的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啊，我们通过啊，散会。再练来一本，没事。